等一下，我要往后延伸看下一个。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晨，今天我要来挑战 L Casino， 牌有点大，有点难洗。改变我一生的一段感情，那当然是我现在的这段感情了。改变我一生的一个幸运物，物吗？物吗？那当然是我女儿了。改变我一生的一本书。等一下，这好难，我觉得你们会停很久。等一下，我要往后延伸看下一个。改变我一生的一句话，尽人事，听天命。改变我一生的一个决定，进演艺圈。最后又回到这一点。改变我一生的一本书，北风与太阳，以柔克刚。今年会改变你的一场沉浸式展览即将登场，敬请锁定 L Taiwan。